妹妹她生了很不好、很不好的病，怎么办啊？不会，开心！来来来，跟着这只恐龙走。每个人转移的地方都不一样，这个世界上还没有任何一种化疗是100%对病人来讲是有效的。圆圆这次的骨髓检查，我们发现癌细胞打不下来。816在哪里啊？前面到底左转啊，最后一间。人家的 survival rate 都这么明确，连我问你这么简单的问题你都回答不了，连我怎么相信你啊？杨志然，马推，忽然就这样死了，真好。你不要开口闭口都死啊死了好不好？因为狗血里最惨的，他的大脑都还没有发育完全。爸爸妈妈，我爱你们。圣诞节后要来做干细胞移植。谢谢。救耶稣！现在，现在，耶稣要诞生了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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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今晚耶稣诞生，这是行动暗号。医院就不会答应啊！可以不要让他们知道了。我去动物园。你知不知道什么？圆圆。就算只有你自己一个人，你也要打赢这场战争。